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阮夏如，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。现在开始带你看今天相当重要的活动消息，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的五节传统民俗活动早安，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在丽泽老街盛大来登场。开幕典礼当中，来宾们还推着装满着鼻乓还有菜桃的大型鸭母船来进场，分送给民众，要带给大家美满喜悦的祝福。五节乡元宵节重头戏招安传统民俗文化，今天起一连三天在丽泽老街来展开。而在今天的开幕典礼当中，特别安排了舞狮、幼儿园的招安舞蹈表演，炒热现场气氛。而乡长、乡民代表会主席、永安宫主委等人一同扛着米箱以及菜头进场，而来宾们也紧跟在后，推着大型的鸭母船来到永安宫之前，将装满着菜头以及米箱分送给参与的民众，大家都争相索取，希望将平安幸福带回家。五节招安今年扩大举办三天，除了各项精彩的表演之外，还有传统招安、招安竞赛以及安矮帽等等，精彩可期。是咱一年一度招安活动的正式来开锣。咱这三天的活动内底，除了咱传统招安、咱竞赛招安以外，咱还佫有真济真济活动。除了活动以外，咱伫咱元宵之前，拢阿都属于过年。咱讲行村行村，来甲咱今日甲老家来看咱老家的风采，来参与咱的活动，予咱伫新的一年，大家拢会当家庭美满，咱的金银财富满大厅，咱拢有春。所以讲，伫遮非常欢迎咱所有的乡亲朋友，会当共同来参与咱一年一度早安的活动。予咱伫五家乡伫咱的元宵节，佮人过一个无同款的一个元宵。真欢喜吼，一年一度早安吼，今日要开始过来举办吼，新农历节吼，简单要来祝咱大家吼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吼，家庭合家平安，大顺时，大赚钱。五节乡长以及丽泽永安宫邀请大家在元宵节的期间前来丽泽老街，一同感受传统招安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魅力，感受浓浓的元宵节气氛。宜兰新闻记者是世明采访报道。